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广谈处理心，处理心，三乘戒律的共同基础。无论出家僧众或在家居士，受戒首先必须有处理心。就能否升起处理心而言，得到人身要比得到天人身还要可贵稀有，因为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中，只有欲界的众生才能升起处理心。欲界又分三恶趣，人趣与欲界六天。三恶趣中的众生，或因所受的苦太猛烈，或过于愚痴，而产生不了处理心。欲界六天中的天人，则因过于放逸，忙于享乐，而不想发起处理心。人类有苦有乐，故才有产生出离心及受戒的可能，但也并非所有的人类都能如此。我们这个小世界中的人类分住在四大洲，北去泸州的人因遇不到佛法，没人引导，故被排除在外。Thank you.
其余三周的人，即使升起处理星后，也需五根具足，且未造五间罪，非为黄门等，才有受戒的资格。宗喀巴大师对戒律的弘扬影响巨大而广泛，他在三主要道论中解释发出离心的理由是说，无出离心无喜灭，希求有海乐方法，犹豫有乐负众生，故先寻求出离心。法王在《胜利道歌》中也叙说了以出离心为基础受持境界的功德和破戒的不坏，一切甚深定缘乐皆从依此而生故，破戒恶趣飘无垠，勿令自迷应取舍。在《庄严行知明典》中说，贪着现世无法缘，享受欲乐增贪心，利乐嗔欲求不得，如梦买卖勿舍弃。修行人应反其道而行，依照圣者的教诲，切实认清世间法的过患，进而发起无为的出离心，在受持境界闻思修行，一步一脚印地迈向涅槃圣尘。有一部分人既想得到世间的圆满，又想得到出世间的解脱，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以这种发心，不要说今生，就是千年万年甚至上一劫，也不会有解脱的机会。Thank you.
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两个完全相连的法。凡夫妄想两者兼得是万难成功的，只有福慧具足的圣者才能实现。就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所教示的那样，世上难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，尤其是出家众，一定要常常关照自己的相续是否已经真正产生皈依心和出离心，是否对上师三宝升起了无退的信心，戒律是否清净等等。正如修学佛法的同时，不放弃贪恋世间八法，如此下去，其相续中终将产生邪见，丧失正知正见及对佛法的信心。此时就会出现许多违缘，破根本戒也在情理之中，今生后世都会感受剧烈的痛苦，以后无法得到暇满而修学佛法。所以今生发起出离心，手持净戒极为重要，这是后世安乐之因。因祈祷上师三宝加持，手持净戒不遭受违缘。
现在我们已得到暇满的人生，完全具足了修法的顺缘。如果不趁此机会发出离心手持境界，设法调伏自相续的烦恼分别心，过了这一世，到了中阴或后世时，就根本没有机会得到解脱，到时后悔莫及。从修法感受方面而言，依靠强烈的处理心而手持清净戒律的人，因为了知轮回中的万法都是无常无始，是业障幻化所成，所以会自然断除无始以来对苦欲乐的贪求。从长远来看，第十天远不及清净持戒的修行人，因为第十天对轮回没有强烈的处理心，在福报享尽后还将堕入恶道中受苦，但依处理心而清净持戒的人，却会进而获得出世的解脱安乐之果。如果没有出离心，就不可能会有自始至终都全心全意皈依三宝的决心，得不到上士大乘和中士声闻的皈依戒，甚至只是一种盲从的行为而已。在家中同样也应对轮回升起厌离心，对解脱升起希求心，就像去拉萨，无论是徒步的乞丐或乘坐飞机的富翁，都是朝向拉萨的目标前进，否则连别解脱戒的戒体都无法获得。Thank you.
生命电视台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。如何存钱最安心？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帮助宣扬佛法，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财。今日布施之因，将感召未来得福之果，而且财富永不流失，实为一本万利之举。劝人布施护持，就是助人为善，助人修福，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。正信佛陀法教的推广，需要众多护法菩萨的同心支援。您的每一分资源和力量，都是帮助佛法久住世间的推手。然而，这广传佛法、保护生命的佛行事业，还需要更多的菩萨共同护持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点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礼拜，慈悲三昧水忏、点灯、供水、护生及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德法师主法。日期4月21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地址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，联络电话0563315650566335。0563315655，上午8点半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。广传佛陀三乘法，关怀生命另有情。生命电视台陈真工作人员，宜兰地区：一、会计，熟悉财务会计相关业务，熟税务相关法令及劳健保相关业务，需具耐心、细心负责，具沟通协调能力及抗压性强。二、ENG 摄影师，具经验。三、企划执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。四、剪辑师，具相关经验，熟 ADIRS 剪辑。译者请备立照。email 至 shiuhui@livetv.org.tw， 邮寄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98993119，手机0933441910，联络人吴秘书。北部地区：一、企划执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；二、ENG 摄影师，具经验，工作地点新北市新店区板桥区。译者请备立照。 email 至 shiuhui@livetv.org.tw， 邮寄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98993119，手机0933441910，联络人吴秘书。高雄地区：一、企划执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。译者请备立照洽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之一。email 寄至 yuan.hsi@livetv.org.tw， 联络电话0722123323，联络人胡师兄。以上人员年龄不拘，生命电视台竭诚欢迎具正信佛教徒及存素食者加入我们的行列。Thank you.
有生命，包括动物，最大的力量就是情欲。所以如何把这个情欲变成一种帮助自己帮助众生的力量，就要念这个爱染冥王心咒，把强烈的男女的情欲化成一种成佛帮助众生的菩提心。这就是整个佛法修行的重点。汽油就像人类的情欲，汽油一点火就可以产生无量的功能，包括开飞机啊。所以转情欲为菩提心，嗡哄西德梭哈，就能够超越自己，变成一种帮助众生的力量。嗡哄西德梭哈，嗡哄西德梭哈，西德梭哈。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喜喇嘛的新传弟子，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，
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，且一直为着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。1984年，耶喜喇嘛圆寂了，梭巴仁波切一肩独挑起领导互联会的重任，以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的悲愿，使至圆满上师耶喜喇嘛的遗愿，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弥勒大佛，促使大乘教法常住于世。仁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，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，推动种种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即使在视线病相的时候，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。仁波切常说，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，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。转经轮的利益，在梭罗昆布，所有老一辈的男人女人都每天转动着转经轮。早上他们在家里的时候，还有晚上睡觉之前，他们会用左手拿着念珠，右手拿着转经轮，然后持诵嗡嘛呢呗咪吽。当他们四处走动的时候，也继续转动着转经轮，持诵嗡嘛呢呗咪吽。过去我曾经想过，转动转经轮怎么能变成佛法的修行呢？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法门的利益，我心中曾有过这个疑问。我不知道它是那么重要的修行，在敬业方面如此有利益。仅仅碰触或转动转经轮，能带来不可思议的进化，并累积难以置信的功德。我在劳多发现许多老旧的手稿，是劳多喇嘛抄写的法本。已故的劳多喇嘛被称为喇嘛昆桑耶喜。有些人认为他和我这一生有些关联。劳多喇嘛并没有寺院，而过着在洞穴中闭关的生活。他花了许多心力抄写各种金刚乘本尊法门的法本。当时这样的法本非常稀少，所以他抄写出许多手抄本。由于这些手抄本收藏在非常潮湿的洞穴中，都受潮了。我曾把它们摊在阳光下晒干。如果你不晒干它们，法本会发霉，然后被虫子毁掉。虫子从法本中长出来，并在法本上制造了一些有趣的洞。有一天，当我把法本摊放在阳光下时，我看到一份题为《玛尼卡邦》的成就法本，内容包含了整个世界演化的历史，包括佛法如何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以及雪乡西藏的众生如何成为特别的所化机，被大悲佛观音所调伏。
阿弥陀佛和观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彼此有非常强烈的关联。而大悲佛观音和阿弥陀佛在二十几年来，特别是透过散播正法，已引导着不止西藏和中国，还包括西方国家。在玛尼卡邦中，我看到一段简短的解释，将转经轮法门的传承，以及当你修持此法门时，要如何观想及禅修。在西藏，通常只要有大乘、金刚乘教法流传的地方，就流传着转经轮法门。这个法门由龙树菩萨传给四面空行母，再由四面空行母传给莲花生大士，而由莲花生大士将他带入西藏。读过这段教授之后，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了信心。它并非毫无意义，而是有考据且非常珍贵有意义的法门。从这份法本中，我对于转经轮法门如何有力地净化心事，并累积广大的功德，有了一些认识。1987年，当我在澳洲观音院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那个地方变得不可思议的宁静。由于感觉如此宁静，让你想要留在那里，住在那里。观音院过去从未像那样过，而我很想知道它为什么改变了。当时滚雀格西在那里，格西拉做了许多佛法的修持，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喜马拉雅山区密勒日巴的洞穴中闭关。他做了2000次的静隐持斋，那是2天密集的观音闭关。需受持大乘八关斋戒，做许多大礼拜，持许多咒。喇嘛滚雀格西已在菩提道上善巧修行，因而我认为观音院的宁静或许是来自格西的菩提心。然而在我即将结束那次行程前的某一天，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，哦，这改变或许是因为转经轮的缘故，他以前不在那儿。那个转经轮比药师佛净土中心这个转经轮小多了，但是也一样包含许多以胶卷制作的咒，制作得非常好。不久之后，当我接受巴西一个禅修中心之邀到当地弘法时，一位学生给了我一本书，是塔山竹谷的资深弟子所写的，谈他在塔山竹谷的中心负责建造转经轮及佛塔时的经验。有一部分他提到，在转经轮建造完成之后，那个地区全然被转化了，变得非常宁静，
乐意，有益于心灵。这坚定了我的信念。基于我自己的推论，观音院会变得如此宁静，是因为他新建的转经轮。别人经由建造转经轮体验到类似的影响，有助于稳固我的信心。转经轮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。转经轮的利益之一是，它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事业的化现。为了利益众生，诸佛菩萨化现于转经轮中，尽除我们的一切恶业障碍，并使我们实证菩提道次第的正量。在建造了转经轮的地区，一切有情，不只是人，也包括昆虫等，均不会堕落三恶趣，他们会获得天人身或往生净土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迷你的转经轮，你家就和布达拉宫观音的净土无二无别。当你死亡的时候，如果身旁有一个转经轮，你并不需要破瓦法。拥有转经轮本身，成为将意识牵制净土的法门。只要想到转经轮，就能帮助一位濒死者将意识摄入中脉，由顶轮离开，化身于阿弥陀佛或观音的净土。仅仅碰触一个转经轮，能净除极大的恶业及障碍。转动包含100万遍 Om Mani Padme Hum 的转经轮，就积聚了如同持诵100万次 Om Mani Padme Hum 的功德。这个在药师佛净土中心的转经轮，包含了118亿遍的咒，因此转动它一次，就等同持诵了那么多咒。在那数秒钟之间，你修持了如此有力的净业法门，累积了如此多的功德。转动转经轮一次，就等同圆满了许多年的闭关。这被解释为转经轮的利益之一。透过水转经轮，碰触到转经轮的水都会被加持。当水流入海中或湖中，他便带着净除其中数十亿动物及昆虫的力量。我曾有一个心愿，最近又变得更强烈，就是在海中建造一个转经轮。因为我受邀协助许多其他的佛法计划，建造水转经轮的构想就被延宕了下来。然而，当我最近在台湾的佛法中心时，在一段关于转经轮的谈话中，我提到这个构想。有一位施主经营了几年家庭事业，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经轮。
因为他的父亲是透过买鱼而创业。既然这家人的成功来自渔业，他觉得他的家庭亏欠于许多恩情，而他心中早就想要做些什么事来报答或利益鱼。当我提到水转金轮的构想时，他几乎哭了出来，然后他问，你为什么告诉我要建造这个转金轮？然后我解释了各种原因。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金轮。我提到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建造水转金轮的构想，但他想建在夏威夷，在那里太平洋的水能碰触到转金轮而带来很大的利益。火转金轮由蜡烛或电灯的热能所驱动，从转金轮放射出来的光净除它所碰触到的有情的恶业，由风所驱动转金轮也类似于此，碰触到转金轮的风受转金轮的力量加持，从而具有力量，能净除任何被风碰触到的有情的恶业及障碍。由于转金轮能如此有力地净除恶业，我认为使用转金轮是个很好的主意。在我解释过转金轮的利益之后，几年前在科盘市，罗纳及泰瑞自愿肩负起制作转金轮的工作，让那些想要修持此法门的学生们顺利取得转金轮。他们慷慨地制作了许多小转金轮，并提供给许多学生，包括我在内。后来我把我的转金轮供养给尼泊尔国王。当我向他提及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，拥有转金轮会有帮助时，他霎时变得疏远了起来。我想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个不寻常的话题。他问道，我必须保有它吗？所以我说，是的。教法中也提及转金轮能阻挡非人及其他有情的伤害，也能洗止疾病。因此我想到可以将转金轮用于治疗。任何生病的有情，例如艾滋病或癌症，无论他们是否了解佛法，都能运用转金轮来禅修及治疗。例如，病人可以每天到药师佛净土中心来，花几个小时转动转金轮并观想。有二种观想法，第一种是你观想光线从转金轮中的咒幔放射出来，照亮你，并净除你所有的疾病及治病的噪音。你的负面思想及其遗留在你心相续中的习气，接着观想光芒照亮一切有情，净化他们的一切痛苦、恶业
及障碍。第二种观想是光芒从咒字放射出来，如灰尘上方的真空吸管，勾召一切疾病及非人的伤害，以及最重要的是疾病的噪音、恶业及障碍。这一切都吸入或融入转经轮。当你持诵五串或十串念珠的咒时，你以这种方式观想清净自己。当持诵几串念珠结束时，观想由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芒，净除六道有情的痛苦及障碍，这些都融入转经轮，一切有情，包括自己，皆得解脱，体悟整个菩提道，并成就大悲佛的果位。你也可以一道一道做同样的观想。如果有人罹患艾滋病、癌症或其他疾病，像这样禅修，每天尽可能做几个小时的禅修，一定会有某些影响。我知道，有相当少数的人透过禅修，而从末期癌症中完全康复。即使一个人或许不懂关于出离心或业果等佛法教理，由于他们此刻想拥有心灵的宁静以及安详的死亡，由于他们关切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及心灵，他们应该运用这种特别强而有力、深具意义的疗法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每个或大或小的转经轮都适用于病人的治疗。这个法门非常实用，而且深具意义。两年前，我请金麦肯在这个药师佛净土中心建造转经轮，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如此修持，也加持土地，它帮助人类，也同样帮助所有昆虫及动物。金和他的太太山卓花了许多时间及心力，完成了这个极为庄严的转经轮。我确信许多人帮助他们完成，我打从内心深处非常感谢他们的成就。转经轮使一个地方变得非常神圣而珍贵，如同净土。虔心礼赞供养佛，请佛注视转法轮，随喜忏悔诸善根，回向众生及佛道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在生命电视台，天天你都可以看到大宝法王噶玛巴尊者的法语。为什么？噶玛巴就像一个佛，一个大悲心的圆满。虽然有时候节目重播，
可是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学习，多学习。佛教里面听一次、听两次、听三次不够的，不但听，还要思维，更重要的应用。噶玛巴尊者最强调的佛法要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应用到现实的生命最重要。愿大家也多念噶玛巴全咒，多听闻噶玛巴的法教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身体健康，大家每天对今天开始多拜三遍。